今天来吃这家 Maludori， 马鲁多里，难得没什么人，这个时间下午两三点，要不然这家生意很好。他门口进来就会先买单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这样，这个是鸡白汤拉面，腌的，然后它的肉就是那种酥肥的水煮鸡，酥肥的鸡肉，然后但是另外加的，他们的汤都蛮咸的，可是很好吃，这一家很好吃。然后这是他的饺子，他的饺子不像那种煎饺，他的饺子很好吃。然后这一碗是酱油拉面，它鸡是烤过的，两碗。好，鸡白汤，看那么浓，你看都结冻啊，很浓郁，上面都结冻。这个很纯，汤头就不一样，跟那个酱油的不一样。完全不同的口味，完全不同，肉能吃起来，酥肥鸡肉，味道比较淡，但是也是很嫩。它不像烤过的有那个烤过的香气，味道比较清淡，它的肉，好，喝看看，看是不是很咸？鸡的应该还好，我记得鸡的没有很咸，没有很咸，浓郁鸡白汤，浓郁鸡，很浓。面体是这样，偏硬，它没有办法选面的软硬度，但是很好吃的，这间还吃过蛮多遍，好的，烤的好香哦，很好吃，很嫩。开放式厨房，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过程。很冰清，然后有这些调味料啊、面子啊，每一桌都有一个水，跟水，冰开水。今天点了两碗拉面，两个溏心蛋，一个煎饺，口头是1525P。